不要怕输，我们全力冲，这会是我们红队最团结的时候。哇，接下来最后一棒，五分三分是马嘉玉先，王庭筠紧跟赛后跨过对方拦下。我们到最后一刻都不放弃，要把这个气势一直延续到总冠军战。第二次是鸟100击，飞机成功，50人大跨步。不急，这边求稳，小龙上来，没事，都是一次进，哇，今天的女生表现都相当的不错，小婉杰，还有一次球，飞机，太夸张了，飞机喽，29秒零一。要登场的是红队的球类女神林思雨宇宙，就是一直可以看到啊，像上次的我们的三分球大赛啊，或者是平常的练习啊，林思雨都展现出超棒的学习力。这个运球有点瑕疵，不过还是呢顺利的过了5个角锥。我觉得其实刚刚林雨助攻传球一球的投进，也激励了林思雨遇强则强。来来来来，不急，这边求稳，小龙上来。每次都是一次进，哇！今天的女生表现都相当的不错，小婉杰，还有一次球，再破大会纪录，29秒零一，林思雨是我们唯一全明星运动会目前的女生抢进30秒内的女选手，林思雨的表现实在太赞了。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对，我关键真的在最后的罚球，女生的罚球跟男生的三分哦。是，哇，林思雨，那真的是练习完全在这个场上展现出来耶。因为呢，她刚刚的每一个点都是一球进，非常完美。对，很完美，堪称完美的表现。